首先先评价一下你这个三天以来这个打了不同的位置总体的一个表现吧。我连续三天打了五场，上天才自己打了四场嘛，然后自己的整体阵容发挥还是不错吧。无论是打的单打，还是包括今天第一次打双打，自己总体这种状态还是不错。包括对于这个整个威海南海这个训练基地，这个可能场地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之前我们也在这儿风雨训练，所以也没有太多这种适应场地这种节奏，所以总体还是不错吧。然后谈一下今年联赛的一个自己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你还有一个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觉得挑战挺多呢，更重要还是大家全力以赴吧。然后因为俱乐部我觉得今年也跟去年这种阵容不一样，又有年轻运动员，无论是徐英斌还是袁立岑，包括刘丁硕，还有全凯源，可能去年换了四个队员，所以大家这种磨合，包括在阵容上双打上，可能大家还是在这种配对上还是在找默契吧。然后另外希望都是年轻运动员嘛，我跟着年轻运动员，希望大家能够还是在场上显得更有激情一点，别拖他们后腿。嗯，好，谢谢。